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家就是我从小是在庙前面长大的，就家前面有一个庙是拜保生大帝，所以我前面那个庙的广场就是村里面的所有婚丧喜庆都会在那边举行，对。然后所以你知道有一种广播是广播，然后全村都会听到的，因为他的感觉就会像是这样，就是有点像是，咱朱家宫过兴站，我们明仔咱初一十五，各位乡民爱找这三星四哥哦出来拜拜，明仔。中昼十二点哦，咱提来这庙埕咧哦，咱大家来拜拜烧金啊咧哦啊！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回顾这一段这个庙埕的。每次这个庙埕，我就会想到一首歌，这首歌是这样的，大家跟我一起。然后说，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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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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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咱各位村民，咱嘿咻嘿咻，好耶！